所以这件就是看电视学买珠宝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夜致富。对，玻璃种。哇，所以这个种是很漂亮。对啊，还有你看看。哇，好透啊！今天我的钢箍呢，对不对？漂亮。木拿种。所以它上面有点点雪花。对，那是典型的阿尔拜特，就是所谓的叫做纳长石的矿物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个雪花在上面很明显。雪花片片，雪花点点。对。他买的很好哎、欸，他买的很好哎、欸，是啊，太薄了，是不是因为他是跨点西欧的安尼讲？不是安尼讲，嘿，对，他说太薄了，太小了，是因为你的经费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对吧？你把它乘以三倍、五倍，但是这个种是漂亮的，对吧？哈，是啊，颜色呢？颜色也是，因为它是很典型，就是很干净的白。一般木拿是不是就这个颜色？你说它很绿很少啊？很绿很少，一般都是像这样子，然后要像这种玻璃种也不多哎、欸，你看它每一片都会反光，这每一个片叶子都会反光，是哦。都有所谓的起荧光，有每一片很好啊，它只是小一点，嗯、啊，这不能，这是小而美的啦，哈，买多少钱？然后啊，大概2万左右，啊，饶味，好，所以现在价钱多少？啊、不贵，饶味，真的厉害，来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，45000元，哇哦，这是你看电视之后买的第一件吗？哎，不是，啊、哦，不是，买很多，前面有缴了很多学费，买很多，哦，压力很大，买很多。